养桂花一定要牢记这三点：开花一簇簇，飘香十里远。桂花呢非常的好养护，它开花呢也非常的香，香气迷人。那么我们养护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三点，第一个就是多晒太阳。桂花是非常喜光的，不管是地栽还是盆栽，一定要多给它晒太阳，光照不足就会影响花芽分化，后期开花就少。那么夏季也要适当的去给它遮阴，中午的光照太强烈。第二个就是补充水分，那么随着现在温度越来越高，水分蒸发速度快，所以呢一定要给桂花呢补充水分，土表干下去两三厘米就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，最好是选择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浇，避开中午。第三个就是补充养分，想让它呢满枝头都是花苞，一定要去给它施肥，施肥根上才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，叶子油绿，枝干粗壮，开花呢才会更多，才会啊飘香十里。做好这三点的话呢，就能够轻松养好桂花。